高海凌同杨明呢日就为新剧宣传，杨明仲孭住高拎玩深樽，戏里戏外都咁 close， 唔通真系唔怕杨明女友庄思明会呷醋？他是这样讲的，其实没有这个，真的很不舒服的。对对 对，我觉得他是帮我们这套电视剧在做宣传。对，他其实真的是蛮大方的。高拎喺套剧入边要着泳装示人，搞到大家都睇到热血沸腾啊！啊，对，那套泳衣是我自己选的。其实我觉得编审在这个写剧情的时候啊，写的其实蛮好的。他每一个性感的场位，他都不是好像要卖弄性感而拍，他就有一点搞笑的成分在里面，所以你拍的时候就很舒服。所以我觉得整套电视剧，你看有很多撒盐花的位置，但是其实每个地方觉得很好笑。同剧嘅汤乐文啱啱就喺英国翻嚟，但系喺旅游期间就跑步扭伤只脚，而因为要养伤，所以之前要减肥十磅拍新剧嘅佢，而家反而仲肥咗，仲俾人影到有肥肉添，会唔会唔开心啊？没有不开心，很可爱，觉不觉得？我这还是跟朋友啊、家人去笑这个事情，因为我觉得很搞笑，自己没有看到自己背后那么远远，所以。我觉得蛮可爱啊，很像那个中华白海豚啊。